大家好，我叫岳喜云，各位老师好，涂老师您好。之前有做过6年的客服的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总结就是客户虐我千千万，我对客户如初恋。说完了。对。哦。但还有一点可以再补充一下吗？啊，可以。说吧。嗯，需要重来吗？没有，就想给您多说点话而已。然后那个，希望可以自己找一份客服的岗位或者是行政的岗位。说完了。对，是的，老师，谢谢您。您好。哦，你咋长这么喜庆呢？看到您就高兴。看到我就高兴，有些人看着我就哭。哎。不是啊，我母亲大人特别喜欢你。你母亲大人。对。啊，就是。你母亲大人多大年？啊，50多了。那个年龄段的都喜欢我。是，对，您的外表跟才华，他都非常喜欢。他本身是想让我跟您学习一下情商，反而我的情商没升上去，他的情商。我觉得你的情商比我高，你看一上来大家都喜欢。没有。他说他最大的梦想是顿顿吃火锅。对，我超级喜欢吃火锅，就是吃完辣就让自己特别开心，就像您一样。26是吧？对，是的。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嘛，说话笑嘻嘻的。是看见您高兴了。情商这么高呢？没有。刚上台的时候就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清新，这种天然的亲和力是非常善于去在企业里面去做客服或者服务类的工作的，所以呢，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抱有了很大的期望。自己做了7年的客服工作，对吧？大概一个月多少钱？就是5000左右。做什么客服啊？是手机客服。手机客服。对。哦，你是很有耐心的那种吗？我是对客户很有耐心。是吧？对。我找一个人来试一下，好不好？好的呀。看看你有多好的有耐心。来，李浩洋，这种事必须你出马，就你这种人最难缠，你知道吗？哎，你是那个客服吗？哎，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那个，我手机因为你们质量问题，导致我有2000多万的损失。哎，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体验的不便，请问您现在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吗？我当然是不行了。不行了是吧？对啊。好嘞，您别着急。那您是我不着急，2000万我能不着急吗？是，我非常理解您。那目前您是什么情况？然后您发现手机用不了了呀？我这因为微信太多了，然后你的就老是死机，死机以后闪退，闪退以后呢？就关机，对吧？那我以为关机以后我再开机也行呢，这次彻底开不开了，正跟一个合作伙伴在谈。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体验不便，这样您方便我先带您做几个操作步骤，看是否可以帮到您呢？可以啊。哎，你有方法你说。那我们就先做一下强制性的开机，看是否可以帮到您，好吗？开了100次了，开不了。行是吧？然后确定手机都是在有电的情况下，您最后一次看的时候。又充了？你别当我是傻子，你说那几个招我都试了100遍了。是，那您放心，我会跟您说一个其他您没做过的，您看可以吗？你说。哎，比方说我们连接了电脑的 iTunes 做一些强制的恢复，但是您里面的宝贵的资料有可能会丢失，这个您看可以吗？你这个方法我们 CTO 都给我试了，不管用。还是不管用是吧？对。好嘞，行，那这样您告诉我您在哪个区或者在哪个城市，我帮您查询最近的维修中心。我这时候还有什么维修中心？我叫你们赔钱。是，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先生。因为2000万也不让你多，让你赔58万吧。非常理解您，先生。就是您打来这电话也是希望可以解决问题的，也不是冲着钱来的，您说对吧？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对吧？我买10个手机，我的合作伙伴回不来了，对吗？是。我现在就控诉你们，对吧？要不然我就坐在你们手机上哭，我录视频，发抖音。差不多可以了。我觉得这姑娘够棒的了。哎，是不错不错。那么糟糕的人，我跟你讲，浩然你真专业，太专业了这事儿。我觉得这姑娘展示的专业性非常棒，可厚非，因为我们听到过很多像你这样专业的一个客服。我觉得这场表演最精彩的是李浩洋，真的，他把一个撒泼专业户演得淋漓尽致，根本就不是演的，他素质立现。我那会儿就是潮汐附体。不要往我身上找，我感觉你像个很神的。好，别急啊，别急啊。其实啊，他还有一个优点，他的节奏感很好。我们做节目的最讲究说话的节奏感，有些人服务态度也很好，但是是慢条斯理型的，而他的节奏感跟李浩洋的节奏感是非常契合的。在就是客服的这个工作当中，有7年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我们觉得非常难得。说实话，厉总的那个攻击性是非常强的，他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节奏。我特别喜欢就是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不让人反感，然后又能够把自己的话说清楚的这样的客服。
所以小云，我想问你，你的性格很好，你刚才对面对强压的时候，你也是能保持很好的心态。那我其实知道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回家之后，或者他自个人的时候，他情绪是不舒服的，然后他会有这种比如阴郁啊、不爽啊，你会不会有？会有啊，一顿火锅就可以解决了。啊，这个很好。都不会发脾气了。会啊，老师。发个脾气我看看，你现在可以对那个人发脾气了。现在他已经不是你的客户了，你对他发脾气是不是有病？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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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厉害，有病。哎，我们看一下厉浩洋的刚才的反应表情。别，再来一句，是不是有病？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可爱，因为他非常的真实，然后他也非常的本色。我觉得他就把他就作为一个人物，他的各个方面都非常自然的、非常坦荡的呈现在这个舞台上。说句实在话，这一句话呢，我们也要致敬那些做客服的人员啊，我们也有火气，人家也是人，人家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忍着这口气儿，天天心里在骂这一句，但他愣是没说出来，都快吐血了，是吧？虽然这句话本身是不礼貌的，是粗鲁的，但是呢。可以理解他内心的感受，以后我们在打投诉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好吧？你要求薪资多少？5000+。你上一份工作薪酬多少？是5000。也是5000，就没涨呗。嗯，就是还会涨。哎，我能不能说你一句，挺没上进心的呀？是真的有。啊，干了7年，这会儿又找份5000块钱的工资，再有点上进心嘛，再学点东西，挺踏实的呀。啊，一成不变叫踏实、啊。不是踏实，他是真的没有上进心。其实我觉得这位选手的话，现在还是整个的表达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在客服这一块的话，他做的还是非常深的。我们不能把他贴一个标签，说他没有上进心。我觉得他现在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干这份事业拿相应的钱丢不丢脸，而是说他的抗压能力要有一点点。我觉得我们不用要求每一个选手都要是做一个主动型的，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承受型的，对很多公司岗位来说也挺好的。这话总结到后面就是，允许有些人没有上进心吗？我选择安心吗？但是怕他以后的路越走越窄。 但我们已经定义了吗？我不说了吗？至少在我的世界里定义的就是没有上进心吗？安居安于现状嘛、嗯、我想请教一下，踏实工作算不算是上进心？踏实工作本身是一份安稳，是一份踏实，但并不能说它是有上进心。反过来，踏实工作是责任，每个人必须在他的岗位上把他所做的事情。好，没问题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我愿意看到上进心，但我也欣赏这些脚踏实地把他那份工作做到极致的人。啊，所以说我们一味的让每个人都去上进、上进、上进的话，谁去做那踏实的事儿呢？这个上进心呢、啊，不是说我要一飞冲天呐、啊，我要一蹴而就啊。就哪怕就在客服的这个岗位上，你一直干了7年8年，你至少你得升个头啊。低头走路，对吧？抬头看路。你或多或少你得有你的成绩在哪儿呢？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这一成不变，你哪有成绩呢？他第一年跟现在的能力绝对不一样，但他7年起码有几年是差不多的。每一个人都有他选择生活节奏的权利，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并且愿意为了这个生活去付出努力，我觉得就可以了。大家对他的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反正我觉得在如今的这样一个时代，你始终默默无闻地做同样的一份工作，的确是踏实，也需要这样的人。但是你如果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你就会被埋没，你就会被别人所替代，就这么简单，好吧？来，第一轮选择去霍流。还有12盏灯，成绩很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天生我有才。来，职场情商课堂。朋友晚上给你打来了电话，和你说现在这份工作不错，但是遇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该怎么办？会建议他，自己做决定。挺好的，好、嗯，真的是超棒的情商了。两位，就是朋友找工作，朋友的恋爱状况，对，还是要自己做决定。对，只要陪伴他，不要给建议。对，决定权还是在他。这道题其实出的非常好。现在呀、啊，的的确确是有一种说法，说一个3万块钱的工作去问了一个3000块钱的人，然后3000块钱的人给了一个建议之后，他不去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把专业的
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对，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朋友，我们并不了解那个专业的话，请不要给一些不专业的一些建议，因为这样的话反而是毁了别人。但是不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猎头朋友啊？对，但是其实你可以告，就像是说我们可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不一定都有医生的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建议他说你要去医院去检查，而不是吃一些土方。他如果从情商的考验来讲，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作为他朋友来讲的话，他如果这么告诉我，我觉得是挺失望的。其实像题中所说的朋友这样的人特别多。这个问题是我踏入媒体这个行业的理由。2004年12月份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我那个时候还在一个建材超市做董事长助理，然后呢那天晚上我就在那儿听广播，晚上有一个女性主持人，所有人打电话进来问他话，他都是怎么说的呢？他就给你分析的滴水不漏，你这样做后果会怎样，好处是什么，你要是这样做后果是怎样，好处是什么，但是他没有任何结论。你不给其实本身让人是失望的，你本身是失责的。就像我坐在爱情保卫战那个舞台上，我要是每个都说哎，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那我坐那干什么，我有病啊，那才是有病的。所以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开始做这一节。我有点不同意见，因为我在我的公号后台每天能收到无数的就是年轻人问你说我接下来应该怎么选工作，我应该跟谁在一起，我要不要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因为我发现人做决定的时候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叫客观的，我只能告诉他客观的，我说大城市我现在待的是怎么怎么样，有哪些好处，小城市有哪些好处，但是主观的没有人能替他做决定。没有说你要替他做决定，你是可以给出你的意见。那你要说给个开放性的意见，那当然可以啊。对啊，就是我明白的告诉你，比如说你们俩在这儿，我不是每次都会问吗？这两个企业家站在这儿，你们也录了很久节目。如果选手就是问你，如果是你，你会选谁？你会说你的答案吗？我会说。对啊，那就是对了嘛，你可以了嘛。但做决定的还是他嘛。我会非常明确的跟大家强调，就说我有局限性这件事情。对，如果是我就会这么选。对，顶多说到这种程度。对啊，如果是我就会这么选，但你选你的是你自己的事儿嘛。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我告诉你这家也好怎么样，那家也好，你自己选吧，有啥意义呢？朋友是希望听到他没看到的那个世界来帮助他做决定，对不对？如果你不能给他更多的世界，你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非你莫属，就是因为这些人都好喜欢给意见。就肯定不是你说的那种，哎，你自己做决定。是，这些人特别喜欢给意见，而且还特别喜欢做别人人生的主。所以这种事儿呢，你太过了也不行，但你不给意见也不行。但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看非你莫属的原因就在于他可以在这里面寻求到某种答案，这种答案未必是对的，但是给他丰富了自己的见识，给自己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如果跟自己是对头的，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如果跟自己是不对的，就促使自己反省自己。一档没有观点没有建议的节目根本不值一看啊。来，第二轮选择去火灵。还有七盏灯，谢谢老师。来，郑光奎，请翻牌。职位是我们人民数据，然后最近做的一个针对中央各部委跟那个政府做的那个人民出行项目，然后是人民出行的客服专员，7000。啊，嗯，好。你不问我为什么出7000吗？我特别好奇，着实做客服做的比较专业，然后老实跟你说呢，我问了一下我们那个人民出行的这个负责人，他说按照你这个专业程度啊，可以给到10000。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徐磊，来请翻牌。我这岗位是我旗下的一家做互联网大数据的一家公司，叫青麦数据。那他们做的是需要的是企业客服的岗位。盈科旅游的客服专员5500。嗯，我们那个叫智客团，它是在线上的一个学习社团。然后这块呢，我们需要一个运营的小秘书。我们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然后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教务老师。那教务呢，其实就兼有这个客服的工作，就是你要就是服务我们的学员还有家长，然后照顾好这些小朋友，然后让他们按时来上课，照顾他们的身体。那我们给的这个待遇呢是6000加。我给到你的薪资是6000，然后职位是行政客服总监助理，给你的薪资呢是6000加。好，考虑一下，灭五盏，留两盏。
魁赵小叶谈钱不伤感情。你先问问题吧，可以问一个问题。嗯，老师，我在您那边做什么岗位啊？我先跟你说了一下，就是我们人民数据啊，管理有限公司啊，我们做的一个针对中央各部委跟北京市属所有的那个政府机关做的一个短途公务出行的这么一个项目，做客服。但是我们这个客服跟那个李阳总不一样啊，和浩阳总不一样，他不会碰瓷儿。然后呢，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跟中央各部委的一些那个公务员，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谢老师。你有什么想问的？没什么，没什么想问您。就是我没戏了呗。那我是吧，我是吧，争取一下啊。不是不是不是，我不用争取，我等着你就好了，是吗？对。好，我问你，你想听谁的？听我的是吧？我说让你选谁就选谁是吧？真的？真的。啊。压力大。我跟你说，土肥老师，我看你怎么给他建议啊？我看您怎么给建议，赶紧。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将来想在哪里生活？北京。你想住高楼大厦，还是想住一个随便温馨的窝就可以？高楼大厦。你想住高楼大厦？对。如果要是住不了高楼大厦，为此而欠下种种房贷，又遭遇到所谓的失恋，你后悔吗？不后悔。好，你选他吧。如果他想享受安逸稳定的工作，就选他；但如果他就是为了自己所的挑战，他宁愿粉身碎骨，那就选他吧。决定还是你自己做，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来，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谢谢。非常感谢非你莫属这个平台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也很高兴来到这里，然后知道自己的哪些不足，还是需要努力学习，一步一步走，走踏踏实实的，然后让领导看到我的表现。